is a vaccination, and usually after the second dose. Cases are more common in young males. As a reminder, in the 28 days afterward, watch for the following. 1. Chest pain or chest tightness. 2. Palpitations, such as fast or irregular beats. 3. Shortness of breath. 4. Poor exercise endurance, such as breathlessness when walking or weakness climbing stairs. 5. Dizziness and fainting. If these symptoms appear, seek care right away and tell the doctor. Length of symptoms. What vaccine you received and when. 心善面慈，护生命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珍爱生命。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涂油就是香水，或叫净水。佛陀的时代呢，有一天佛陀在一个温度很高的沙漠，有个鬼王带着84000个恶鬼出现了，跟释迦牟尼佛说：佛陀大慈大悲，我们这84000个恶鬼一直以来都没水喝，很饥渴，怎么办呢？求佛陀大慈大悲布施一点水给我们。佛祖叫阿难尊者去拿一个钵，佛叫阿难尊者拿一个钵，里面装水过来。那个鬼王就开始哭了：佛陀啊，我们有84000个恶鬼，你的一钵的水连一个鬼都喝不饱，都不满足，我们84000个鬼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佛陀说：这一钵水不是给你们喝的，你们要去思维为什么会做鬼。因为过去你们不布施嘛，过去不布施，所以现在做恶鬼。所以你现在把这个钵，这一钵水拿着供养佛，供养我的出家僧团，供养佛陀的弟子们比丘僧，你用这个功德让你们脱离恶鬼身。哦，这个时候那个鬼王就带84000个恶鬼跪下来，拿着那一钵的水说：我现在忏悔我过去不布施堕恶鬼道的果报，我把这一钵水供养佛陀，供养佛陀的弟子们，希望我可以用这个功德来脱离恶鬼身。他这么供养的时候，就恶鬼升天，84000个恶鬼刹那间就变成天人，离开饥渴的痛苦。所以各位菩萨，一杯水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供一杯水，在藏传里面说，供一杯水就等于念了100000遍的发财的咒语，甚至我们讲供一杯水可以让一年中所有的海鲜水产都可以脱离痛苦。佛教里面讲动机，讲的是你背后的信念。所以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那一杯水就变甘露哦。不是我们念了什么咒语，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加行，而是我们有一个善良的动机，有一个好的动机，我们那一杯水就会变成甘露，就会变成让恶鬼道离苦得乐的法药。所以你要来想，要这样作意，这样思维。在印度阿盘提国有一个长者，引到一个婢女，一个查某囡仔。然后呢，那个长者对婢女很糟糕，每天打她骂她，然后呢食物给她不够。然后有一天那个婢女就在河边哭，因为又被长者骂了，又被长者打了。然后婢女在河边哭，这个时候呢，有个尊者，佛陀的弟子叫迦旃延尊者，就问他说：这个女生，小女生，为什么你在河边哭呢？那个婢女就说呢：啊，因为主人对我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因为我很贫穷啊，或者就散家波及啊，然后她就开始哭了。然后呢，迦旃延尊者就跟这个婢女讲说呢：那你把贫穷卖给我吧。哎呦，把贫穷卖给你，怎么卖呢？迦旃延尊者就说：来，你现在拿你手上那个瓦罐，他出来帮主人取水那个瓦罐，
你装一杯水给我，他又装一杯水给尊者，尊者就说，你就发愿说，用这一杯水供养佛陀的弟子，让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吧。他就这样发愿，他就跪下来发愿说，来，我把这个水供养给迦旃延尊者，希望我生生世世脱离贫穷。迦旃延尊者跟他说，这就是卖掉贫穷最好的方法。所以各位菩萨，你若感觉自己欠钱，钱没够，要怎么把贫穷卖掉吧。卖掉贫穷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布施与供养，供养三宝，布施众生，是卖掉贫穷最好的方法。所以卖大家听万叹说钱没够用，钱没够用是因为你没布施没供养。他说供养要钱，供养一杯水也是供养。话又说回来，那一天晚上那个婢女就无疾而终，就往生了。往生之后就升刀立天做天人。隔天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那个天人就来了，散花供养释迦牟尼佛。大家就问佛陀说，哇，佛陀啊，怎么有这么庄严的天人在虚空中散花啊？佛陀说，因为昨天我的弟子迦旃延尊者呢，教一个婢女，很贫穷的婢女，把贫穷给卖掉，他真的卖成功了，他现在呢真的升天了，做天人了，享受无边的福报。而且刀立天的天寿尽了之后呢，再上一层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他会在六欲天里面不断的出生七次，而且未来来人间的时候还可以遇到下一尊佛。所以各位菩萨，在佛前供养一杯水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在佛前供养一杯水可以让我们离开贫穷的恶报。所以一定要了解说，在佛前所做的供养布施功德无量，这是第四种供养，我们叫供水。后来呢，第五种供养是什么？供水果，香花灯荼果嘛。第五种供养供水果，什么叫供水果呢？所有的供养背后都有意义。在华严经中说，以万恨之樱花言一圣之佛果。所以呢，供养水果的时候，未来如果初一十五来供水果的时候，你不能说，哎，这四行是我爱吃，不是佛祖爱吃的，我爱吃捧果，我买捧果，我爱吃金蕉，我买金蕉，我来买四行啊，摆起念念的了后就给它拿来我吃，不是这样的哦。各位菩萨，我们不能只是这样，我选我爱吃的水果去供佛，然后供完佛之后供养自己，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供水果的时候要想到说，用万恨的樱花言一圣之佛果。我今天如果供四样水果，哦，希望我能够证得四无量心，证得四种圣果。供养五样呢，哦，用我能够圆满五方佛的智慧。那供养六样呢，用我能够圆满六波罗蜜。你供水果的时候要想到说，我供水果是为了成佛，为了成佛，而不是供水果追个白去里。但你想一下，我自己也不是，这样不叫共混啊。供佛是我要跟佛学，要跟佛一样，这叫供养。然后呢，供养水果可以让我们脱离贫穷疾病的果报。在经典上说，有一个佛陀的弟子叫薄居罗尊者，他很特别，他呢出生的时候呢，家人不要他，就把他放在水流里面，然后呢就把他流掉。然后这个时候呢，隔壁村就捕到一条大鱼，很大只的鱼，肚子隆起来，哇！大家想到这个鱼不知道肚子有什么东西，剖开来之后，哎，小的薄居罗尊者在里面。为什么？他过去生曾经用阿摩罗果，就是有药性的水果，供养一个生病的出家人，所以91劫以来无病富贵，不会生病，有钱。所以各位菩萨，如果各位供水果的时候发愿，未来91劫，甚至你如果发菩提心，无量无边劫不会贫穷，不会生病。所以处理那些有人破病要怎么供水果嘛。所以我们仪轨上说，供养水果的功德，远离瘟疫，不受灾害，而且未来早证佛果。所以每一样功德，每一样供养，都有它背后的含义在里面。这是供水果。第六样，供茶。
贡茶的时候是说，我们讲说赵州有雨变禅理，那是一个禅宗里面很有名的公案。赵州禅师呢，他遇到 有人来跟他问法求法参禅，就问他说，哎，你喝过茶了没？他喝过了，喝过了再去喝吧，我们讲吃茶去。那如果对方说，哎，没喝过，没喝过怎么办？吃茶去，喝茶。啊，有人就问他说，哎，禅师啊，喝过的你也叫人家喝茶，没喝过的你也叫人家去喝茶，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也去喝茶。禅在生活中，禅在平时中，禅不是谈玄说妙的道理。所以当我们供养佛陀茶的时候，你要想到愿我能够体证般若波罗蜜。真正的禅是什么？对众生慈悲的道理，在生活中把佛陀的生活思想模式做到了，这叫禅，而不是空谈玄理的道理。所以讲个笑话好了。古时候呢，有一个卖豆腐的，卖豆腐，他常常送豆腐去寺院供养出家人。然后呢，有一天他送豆腐去寺院供养出家人的时候呢，刚好大家在打禅期，他就问那个首座和尚说，哎，和尚啊，你们在做什么？和尚说，我们在打禅期。他说，哎，我从来没有打过禅期，我没有做过禅，你让我进去坐一坐好不好？首座和尚跟他说什么？你一个卖豆腐的，你怎么会打坐，怎么会参禅呢？他说，没关系，和尚你就教我怎么参禅，我进去坐一炷香也好。他说好。首座和尚说，来，你就坐在禅堂最后面，什么都不要想，然后不要讲话，一动不动，坐一支香，就随喜参禅一下。然后就打坐了一支香，一支香过后，他出来跟首座和尚说，哎呀，和尚啊，参禅真的好啊，好得不得了啊。哇，和尚说，你没参过禅，第一天参禅就这么开心，你悟到了什么？他说，我想到了，三年前隔壁王家那个开店的跟我买豆腐，豆腐账还没还呢。所以各位菩萨，这不叫参禅，参禅可以让我们心比较定，想到一些没想到的事情，记忆力好，这是不是禅？这不是禅耶。禅不是只有开发你的智慧，开发你的记忆力而已，这不叫禅。禅是什么？真正的禅是在生活中保持佛陀的身与意，这叫禅。有一个法师中年出家，他不认识字，但是因为他出家了之后呢，那个寺院没有人，他就当上了住持。然后他也没有学什么佛法，然后呢，每次只要有客人来问佛法，就他的侍者帮忙答。然后有一天侍者不在，遇到一个读书人来问佛法。问佛法之后呢，他就问什么？请问法师，什么是佛？然后他就左看看，右看看，找侍者了，他侍者在不在？结果呢，不在。然后呢，又问说，法师，什么是法？然后那个法师就傻了，就眼睛闭闭，不理他。然后再问那个法师，师父，什么是僧？他两手一摊，然后那个读书人就拜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在路上遇到那个侍者了，他说，你师父了不起啊，了不起啊。他怎么个了不起啊？他那个侍者想说，奇怪，我师父又不懂佛法，他哪里了不起啊？他说，我问你师父，什么是佛？他左看看，右看看，告诉你什么？佛陀的法身横遍十方。再来呢，问你师父，什么是法？他眼睛一闭，在那里打坐，告诉你，真正的佛法是看自心，自己的佛性，看自心是法。问你师父了不起。我再问什么是僧，他两手一摊，告诉我什么？放下是僧。哇，他试着觉得说，我家的和尚什么时候开大智慧了？这个时候呢，侍者回去就顶礼和尚说，和尚啊，你刚才怎么这么有智慧啊？他就被和尚骂了一顿，刚刚有个读书人来找我麻烦，问什么是佛，我在找你啊，左看看右看看，找不到你啊，什么是佛？
又问什么是法，我就闭上眼睛不理他。再问什么是身，我两手一摊告诉他我不知道，你别问我。所以各位菩萨，想不是这样，我们说坐想打坐不是什么都不想，你看说一些空空的名，说一些你听无我听无大家都听无，这不叫想。禅是把佛陀的心用出来，把佛陀的慈悲心用出来，叫做禅。所以什么叫做禅呢？在平常的法门中看到不平常。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在大集经里面讲，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那不是跟你说你每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叫参禅，不是这样。叫你把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心，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做出来，就是无上的禅。所以禅是在平常的法门中看到不平常。在平常我们一样点灯，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点一盏灯，我们有智慧的去点灯，不一样，这叫禅。禅不是我们讲参禅，不在腿，不是坐得好好的在那里一动不动叫做禅。如果我们真的会用佛心的话，点灯是不是禅？是哦。等一下我们做十供养就是在参禅，就是在打坐。我们每一个十供养都是供养三宝，回向众生，上供诸佛，下施众生，庄严国土，成就友情，这样我们的十供养就是参禅。所以我们讲什么叫供果，什么叫供茶呢？供茶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智慧，保持觉醒的念头，我们跟佛陀的心合而为一，叫做供茶。这是第六种供养，叫做供茶。再来供食物，供食物呢，最早供食物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离开王宫，在雪山苦行六年，每天吃一麻一麦，一点点的麻还有一个麦子，吃这么少他就很瘦弱。然后后来他突然六年之后，释迦牟尼佛了解了什么？王宫的快乐不能修行，过度的苦行也不能修行，所以释迦牟尼佛觉悟到了中道行。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行六年就觉悟这个中道行，所以他离开雪山的时候接受了苏坦耶牧羊女供养的乳糜啊，就是乳粥，用牛奶去熬的粥，很浓的粥。这告诉你，世尊告诉你什么？离开断见，离开常见，离开太苦的虐待自己的身体，离开太享受的法，做中道的生活。所以最早供养的苏坦耶牧羊女是供养释迦牟尼佛乳糜。所以等一下我们供养食物的时候要这样想，希望我能够供养十方诸佛，让十方诸佛都能够接受到我的供养，然后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中道行，不要执着于太苦的。然后呢，第二个呢，讲供僧，我们要供养三宝，佛陀，佛陀的法，还有出家人。尤其我们讲供养出家人，供养出家人你要平等心。讲个故事，以前有个员外，在宋朝的时候有个员外要打千僧斋，供养一千个出家人，结果最后呢，到998个人的时候，有两个小沙弥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呢，员外就呢看那小沙弥没什么威仪耶，就嘻嘻哈哈走进来，就把他赶出去。他又走进来又赶出去，连续三次。第三次的时候呢，人家不进来了。不进来之后呢，他供养完了之后呢，就请和尚，上座和尚念经咒怨，就是回向。那个和尚念经咒怨的时候呢，就只说了一句说不是文殊普贤来，就是你不认识文殊普贤来了。那员外说什么意思？他说你赶出去那两个小沙弥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化身。那员外又追出去，追出去之后呢，那两个小沙弥就永生虚空，变成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告诉你说你的心不平等，所以呢你供养不到圣僧，你看不到真的出家人。然后呢他笑一笑说，里面那个咒怨的和尚是谁？是燃灯佛的化身。哇，那个员外又很激动，又追进去里面，人家走了不见了。
凡夫的分别念会让你错失的供养的机会。所以我们讲供食物告诉我们中道见之外呢，告诉我们平等心。佛陀讲供食物的功德，建立你的平等心，离开常见，离开断见，离开苦行，离开乐行，修中道行，修平等心。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供食物，供养佛陀，供养很多食物，然后回去之后呢，看这个也咸，看那个不顺眼，你供养是在供养假的，对吧？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供养三宝的时候，一定要建立起我们自己内心的修行。一切的修行源自内心，一切的修行是从心里面完成的。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能够把佛陀的教法用出来，我们的供养就有意义了。再来呢，第二个故事，在五台山文殊法塔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过去有五台山打无遮斋会。什么叫无遮斋会呢？就是不管谁来都给你一份斋，给你一份吃的，给你一份供养。然后呢，好几天了，最后呢，来了一个女生，来了一个很穷的女人，带了一个小朋友，再带了一只狗，然后怀孕大肚子，进来呢，就找知客师，就是那个招待的出家人说：“哎，师父啊，我先要一份斋，我赶着走。”师父跟他说什么？大众都还没开始用斋，你一个女众要先吃饭，不合理。他说：“拜托啦，师父，我赶着走，你先给我嘛。”他说：“好，我给你两份，一份给你吃，一份给你小朋友吃，然后你拿了食物快走。”他说：“哎，师父啊，我还有一只狗呢。”我们供养就是供养人道，那供养狗。他说：“师父你不平等哦，供养狗。”他说：“好。”那个师父讲说：“好吧，你都讲我不平等，我再给你一份斋，给你供养那只狗。”结果呢，他说：“哎，师父啊，什么事？我肚子里还有个小朋友没供养到呢。”那个师父就火了：“你这个穷女人贪得无厌，给你两份斋，一大一小，很好了，你还要给狗吃，然后现在呢，你肚子里面没出生也要，没水准，贪得无厌。”这个时候呢，那个贫穷女人就永生虚空，变成谁？文殊师利菩萨。那个小朋友变成善财童子，那一只狗变成什么？金毛狮子。然后呢，文殊菩萨就说了什么？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修行三大劫，却被法师嫌。第二句就更重要了，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百骸俱舍弃，其如爱憎合。什么意思呢？你说吼，众生那还是平等的道理，众生学平等。每个众生为什么要供养无遮斋会？就是没有分别心嘛，我要学平等的道理。结果呢，众生学平等，但是你越发心，你就越容易被外境转，心随万境波，你越发心就越嫌，你知不知道？所以各位菩萨，众生学平等，等一下我们就好修行学平等了。要看到那个便当太难吃怎么办？众生学平等，好吃好吃。天气太热怎么办？众生学平等，有风就不错哦。然后等一下中午吃不饱怎么办？众生学平等，禅悦为食，法喜充满。第三句什么？百骸俱舍弃，辛苦是假的呢，四肢百骸都是假的。如果你太执着这个身体，你看不到佛法。身体是假的，百骸俱舍弃，其如无爱憎合。你若真正看到这个身躯的真相，了解这个身躯是假的，你的感受是变化的，是无常的，其如无爱憎合。别人跟你骂，别人跟你恶露，你会起心动念吗？色受想行识，哪一个是真的呢？如果你真的能够悟到这个道理，别人跟你骂正常啦，别人跟你恶露正常啦，我们众生学平等嘛。所以文殊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什么？供斋供养饭食给佛陀，回光返照一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学平等呢？所以当我们每次供养饭给世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三德六位供佛及僧？上面叫三德，我们不是拿一碗饭拿一点食物供养诸佛，
交差了事，反正初一十五一定要恭请我本好做啊，好做假拜尊都好啊，呢不是安尼呢，各位菩萨。我们讲说供佛三德六位，你要内心要具足佛陀三种德相：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什么叫法身德？要学佛陀一样，用真理做生命，用经历做你的性命。不是用烦恼，不是用感受，不是用你的感情，不是用恁翁，不是用恁囝做恁的性命。甚至有一个菩萨，不是家人，用因兜的狗仔做伊的性命，或者宠物，不是这样的。生命以法做老师，真理的生命叫做法身德。那法身德的体现是什么？不执着的智慧叫般若德。卖想执着，卖起烦恼。那生气吼，一秒钟让伊过去，安尼好无？莫伫遐气袂煞，莫伫遐烦恼操烦袂煞。所以般若德，你如果有法身真理的生命，有般若不执着的智慧，你就有解脱德。什么叫解脱德？你就自在了，你就自在了，你就袂烦恼啊，了解无？所以我们讲说三德六位供佛即身，所以我们供养诸佛食物的时候，希望我们学平等，学中道，学会正悟三德秘藏。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八戒离欲求出离，末法慈悲方便门。众等发心求境界，种植出世解脱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药师经祈福法会，恭请上果下慈法师传授及圆通寺僧团领动。日期10月2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30开始，下午攻读药师经暨佛法开示，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3198 0398 9 9 3 1 9 0398 9 8 6 8 6 0398 9 8 6 8 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药师宝忏除罪障，放生福寿广增延。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佛前大供护身祈福法会，恭请上广下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群共同领众。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30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 9 9 3 1 9，0398 9 9 3 1 9，0398 9 8 6 8 6，0398 9 8 6 8 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Thank you.